今天这款游戏由 MIDI 公司推出的著名格斗游戏《真人快打 X》游戏中其他平台移植，以暴力与牺牲画面著名。游戏800兆的容量呢，最近是否成立的画面自然是不在话下。一开始镜头的动画呢也是非常精彩，操作方面呢采用点按攻击，手指按住防御，并附加 QDE 模式，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可玩性。战斗模式呢，并不是传统的单人模式，而需要三名角色组成自己的队伍，与其他队伍进行对抗。游戏还融入了卡牌元素，大家可以通过收集卡牌来强化自己的角色，但是相对较弱的操作呢，只能让玩家更依赖强化了。这点呢，还是希望有所改进的。特别说一下，终结技是可以存在的哦。我说了，总的来说，这款游戏呢，并没有让玩家失望。拳拳到肉的感觉也是相当带感，游戏暂时呢还有两个模式，官方尚未解锁，相信解锁之后呢，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哦。